你要一出来晚上干了嘛？没水分了嘛？干了，快打包了。挑子石子儿，把嫩的挑好。应该买么子嫩的哦？嫩的少，它是有点虫吧眼儿啦，或者说有点挖破口子了，很少的。这种是把挑出来的。挑出来，很少嫩，有点有些虫，有些是挖破的，明白了。那我来清洁了空间。我来吃。我是红熊高手。嘿嘿，红熊高手。这个是么子鸟儿？叫小老黑人。野娃子啊。叫小老黑人。红熊半夜也是叫。嗯，我都是半夜起来上车都听到叫有点怕，有点叫起声儿黑。我们的场景主要叫野娃子。叫做这个声音好吓人。哦，那个是叫羊群儿，那个是羊群。羊群不是鸭子，叫起那么吓。你看我瘦长不长大？你看，起码一半以上吧。一半以上？我的一半是5吨。啊。最少一半了，稍微瘦了点点。我看看还。你要拖孩子。孩子有几两嘛？啊，你看，你看。耶。啊。耶。看到没得？你要差不多瘦了10多10斤了。那你还不相信啊？看不出来呀、啊？看不出来的，我看今天没什么变化。你看我肚子看到没得？没得。肚子小了点儿，但是你那个……啊，慢慢来噻，哈哈，真的是。腿和那个屁股还是没变。他肯定慢慢来噻，会不会一下子全部瘦完的呀？你看肚子，你看肚子小了一大圈儿的。现在看不出来。看到？嗯。不相信吗？还是母亲做得到一点。哦，跟以前才90几斤儿。也变成我那么的了，水蛇腰。瘦了10斤了，不错的，你觉得不？哦。还可以。好，继续保持哈。你是么子方法做起来的呢？你们看到我那段时间气温起来特别的少。减肥的第一步就是少气，管住腿，迈哦，管住嘴，迈开腿，那就是瘦的第一句，就是管住嘴巴。该起来就起，那碰点碰点无所谓。
哎呦，现在说那些，我也不得嫌弃的。哎，以前是哪个说的？以前看起好高哦，怎么现在看起好？哎呦，是哪个说的那个话？我就为了你那句话，所以说我得要那个要瘦下来。嗯，转几个字。啊，我硬转几个字，又是要补到以前。我以前九十五斤，那时候是一百二十五克，差不多胖到三十斤，现在一百一十六了，差不多瘦了九斤，瘦了十斤。我还有坚持两个月，恢复到九十五斤。你不吃饭，你减肥的话，你到时候万一把身体搞垮了，都遭了。我那没吃，我是说少吃多餐，少吃。哎呀，心情非常的开心了，我这一个月下来，差不多瘦了整整的十斤了，十斤，家人你们想想，十斤有这么大坨肉，呵呵，全部瘦在肚子上了。所以说我现在还要继续坚持，争取恢复到以前，不然老鸭到时候会嫌弃我。